过去的这种企业经营理念，追求利润，所以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倾向于低成本的供应来源，不管其他的一些因素。那但是如果你把企业社会责任放在脑子里，可能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。在我们最近所发生的食安事件，像这一种的安全问题，最终是要靠企业自主管理。政府在法制上，我们现在是希望建立一个源头管理、流向追踪、三级品管，但是这一套制度真的要落实，其实到最后靠的还是企业本身。每一个业者、供应链里面都做好自我把关的工作，向下负责，向上要求，这样环环相扣，产生出来一个新系统，我们大概才能够使我们整个食品业恢复市场秩序。恭喜我们每一位得奖者，希望大家发挥影响力，把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更普及我们企业的每个角落。那再一次谢谢远见杂志，这一个奖已经是指标性的一个荣誉，也可以讲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坚定的力量。我们谢谢他们长期的努力。